港魷魚乾卷呢個菜式咧，喺六七十年代咧，其實係一個好流行嘅菜式嚟嘅，好多人都中意食嘅，因為嗰陣時咧生活水平冇咁高啦，日常嘅生活都係食呢啲咁嘅菜式嘅。依家係好少人做啦，因為其實你想做你都唔知道做法添，有啲都，所以我就將佢重新演繹一次。而家我哋大部分人都唔肯做嘅咧，就係因為呢啲菜式咧個工序比較繁複比較多，依家做出嚟要比較快啊，唔合成本效益。咁既然又唔想減省嘅，好多都唔做啦，索性就，所以就失傳咗咯。咁其實呢個網油魚乾卷咧，唔係名貴嘅食材嚟嘅，但係你入口嘅時候咧，係感覺到係與別不同嘅，但係佢真係實在係唔係幾好睇。首先我哋要开一盆和暖水，十零廿度到啦，你摸落去要暖就得啦。浸一阵间，等啲网油两边黐住嗰啲杂物咧，就甩咗落个盆水嗰度，嗱咧佢咧擎晒水佢，再要用清水过一次，咁然后咧仲要搵一啲玫瑰露酒去腌下佢，去除佢嘅腥味、臊味，再啤一次水，咁先至可以用嘅。豬網油其實係喺個豬嘅橫膈膜個其中分隔一個部分嘅，好似一個網眼狀嘅塊狀，咁就我哋叫做豬網油咁樣。而家嚟講都係要專登攞㗎，因為你冇咩人去買，所以咧你真係需要買嘅，咁就去同啲豬肉鋪問佢，佢有冇可以攞到，咁就可以買得到啦。以我做了咁多年經驗咧，我就覺得粵菜的精髓是咩咧？我哋可以用一些不係好名貴的食材，通過我哋嘅烹調技巧，做出一些可能唔係一個好精美的菜式，但係佢一定是好味的。傳統的做法，將啲豬潤、豬腰、筍啦、冬菇啦、西啦，就都係切碎曬之後咧，炒熟佢。而家我做的咧。豬腰、豬肝咧，我就稍微落少咗啲，多咗少少嗰啲冬菇絲啊、木耳絲啊，等佢入口咧個爽口度咧就更加好啲。因為我以前學師嘅時候咧，其實係好隨意嘅，師傅教我哋就唔使咁認真，切得佢咁幼。到咗我依家喺做得幼曬啲，同埋做得工整啲，俾客人嘅感覺，我哋對呢個菜式咧係又真係有要求嘅。我入行多年，其實做的都是廣東粵菜。你想表現翻嗰個菜式咧，嗰啲步驟跟足咧，咁佢個味道就自然出嚟噶啦。包嘅技巧其實就唔算好大，將所有嘅網眼包得齊整啲，分得個均勻啲，咁就 OK 啦。學嘅時候咧，都係熟過濃啊。咁但係咧，你嗰啲做咧。原來可以咁香口，食咗之後你會感覺到好香嗰啲豬肝味啊，喺個口腔裏面慢慢慢慢咁散發出嚟。總之師傅做完之後，自己就吞曬落肚度啦。呢道菜式炸嘅時候咧，就個油温咧掌握得到佢邊個時候能夠炸到佢本身個包住嗰陣豬網油係脆咧。其實你試多一兩次咧，其實你就掌握得到噶啦。見得多啦嚇，依家我哋嘅菜咧就大家都好新穎就得，我就希望自己能夠做一啲保持到我哋菜精髓嘅嘢咧，一定要用翻傳統嘅製作方法啦，擺盤設計啊就可以用新嘅形式啦，煎燜煮燉炸呢種咁嘅烹調方法咧，就一定要係用我哋傳統嘅中華料理嘅烹調方法嚟做啦。粵菜咧其實工序都繁複下嘅，好多時都，所以咧就。好多廚師咧都開始慢慢慢慢咁樣避開呢個菜式啦，而且因為健康嘅理由啦，咁對一啲比較多呢個膽固醇啊咁嘅食物咧，都已經開始避啦，所以咧慢慢慢慢呢個菜好似式微咗咯。水肉嘅質地咧，即係好似我嘅胸肉咁樣，軟滑得嚟咧，係有少少咬口啊。
我会好传统去跟翻佢嘅做法，唔系话因为嗰啲嘢贵而唔去做。我师傅系其实好多种菜式都做得好好，呢个只系其中嘅一个，但系我又觉得呢个系几别致，因为好似有少少打破传统咁样，水鱼系要嚟炆啦，要嚟炖啦，但系我师傅话可以嚟炒。咁我會變得好深刻印象咯，對於呢個餸嘅做法嘅要求啊，依足去做。如果我哋而家再唔做，再過多十年八年都呢個餸又唔知去咗邊度。其實有啲餸自己能夠做得到俾客人，而客人欣賞嗰種心情咧，係好難有嘢代替到。我哋師傅唔識教人，淨係識得鬧人。但是你越鬧你，你會越深刻。而家到自己去到咁嘅年紀，會諗翻嗰陣時師傅嘅嘢，真係好有用。其實嗰個中菜嘅精髓就係話簡單、新鮮、夠熱。當呢三個嘢我哋自己有把握做到，先至再去變化。我哋食中菜，每一個人都希望食到原嗰嘢嗰陣味。其實炒鰻魚絲咧係好耐以前喺銀行嘅做法嚟嘅，炆水魚啊、水魚湯啊，食得多佢哋厭，咁睇下有冇第二個做法。我哋嘅師傅就諗咗一樣精緻啲嘅做法，炒鰻魚絲出嚟。其實你炒鰻魚絲已經係你嗰個刀張同埋你嘅炒嘅鑊工係去到好高嘅境界。你炒嗰啲嘢又唔能夠燶喎，呢啲嘢又幼喎，同埋你起只鰻魚，你嘅刀張。水魚你都起得到啊，豬肉嗰啲一定切得到噶啦。水魚嗰啲油好腥，盡量我都要執清佢。始終都係講一句啦，工多藝熟，你做得多，你劏得二三十隻，你就會知道佢係點。因為我哋以前一定要自己劏啊，自己食嘅起肉嗰個部分係幾難，你唔習慣，你會起到啲肉一粒粒啊咁樣，唔係一塊咁樣去鋪落去。即係我由一隻水魚變到佢切成絲、切成嘢嚟炒，你享受去做嗰個菜嘅過程。我教佢哋啲人就係話，將啲嘢切得均勻啲，唔好一條粗一條幼，你先至會炒出嚟嘅嘢係爽口啊，同埋配搭係好好啊。如果你一啲又粗，一啲又幼，一啲又切片，咁你成個效果係失曬真嘅。咁同埋咧，你鹹酸菜你只係要嚟點綴，你咬落去有些少咩，你又唔能夠太多。精髓咧就係話，你炒嗰陣時個鑊火候要控制得好好，因為你樣樣嘢都係絲，你好易一炒落去就燶。你見我將啲銀牙我都係分開兩重，我唔會撈埋一齊落去炒，因為你啲銀牙撈埋一齊落去炒咧會淋啊。我係炒咗銀牙先撈呢啲落去，即係嗰個步驟係要跟翻。總之務求呢個菜一食落去係好爽口。我是不是幾落芡的，即係我覺得如果用粉咧，你會有時你的手一慢咧，你啲粉黐得唔勻全唔好。我會用我哋叫做鑊上芡啦，只係話攢少酒、麻油、鹽糖，你攢咗落去兜兜香佢就 O K 嘅。拉油嗰陣時咧就唔好嗰啲油唔好咁猛啊，因為猛咧你會黐埋一嚿，唔得一條條。咁你養開曬佢，然後就係、是。煸香曬啲嘢，同埋煸嗰陣時咧，我係幾中意搭些少老抽落去，因為老抽炒嗰啲嘢咧有一種香味出嚟。糖芹有糖芹香味啦，西芹啦，辣椒啦，鹹酸菜啦，你會混和埋一齊咧，你會覺得係一種好新鮮嘅感覺。好似而家今日攬人去到六七百蚊一斤，但我都會係一樣俾落去，因為我覺得好似冇咗攬人咁，好似唔係鰻魚絲咁樣。好坦白，你话要翻知道以前嘅咩味，我谂系我哋而家做嘅人知道，出边食嘅人有好多已经作咗古人啦。你要话系唔系好似百分百好似以前嗰啲咁，我唔敢包。我知道我师傅系咁样，我就做翻佢呢样嘢出嚟，我亦都唔会加多，唔会减少。有时好嘅嘢，你无必话要特登去改咗佢。
我哋順德人咧就好中意講呢句説話嘅。邊有咁大隻鴿乸隨街跳？根本靚嘢就係鴿乸嚟噶嘛。順德人咧就話佢係有好處嘅，就清涼散毒啊，同埋止埋夜尿嘅，可以煲飯，可以煲湯啊。陳皮綠豆老薑煲田雞粥咧都好好嘅，田雞剁肉餅咧又係好精緻嘅。清輝院嘅嗰啲院主咁樣啦，佢大户人家。佢成日請客，請埋啲縣官啊、嚇省長嚟到順德食飯啊，佢都請到啊，嚇，因為佢喺順德有頭有面噶嘛。一個肉心田雞經過好多功夫噶喎，你又要起肉啦，又要參佢啦，炒嘅時間你又要大廚落手啦噃，你使個師傅仔啊，真係喐下一場功夫啊，俾佢搞彎曬你啦，你炒蛋曬都有啦，係嘛？其實田雞公咧，啲肉咧就比較係爽滑啲嘅，乸嘅田雞肉咧就會淋少少嘅。咁啊，我哋通常咧都係揀佢嗰啲公嘅多。一隻田雞啊，就係四兩至五兩嘅。只田雞兩嚿啫噃，你咁一氣呵成乜起落去咧，就唔可以斷開嘅。一抽咁樣嘅嗰邊田雞咧，先至係標準嘅。就係起呢個田雞咧，就最緊要唔需要重力，係輕力嘅。佢因為田雞啲肉好腍噶嘛，你用張片刀薄啲嘅刀，一路起落去，起到轉彎位嗰度咧，最難咩咧？就係腿同埋腩個轉彎位。你唔可以粗心大意啦！嗰、那個時間咧，你俾個刀尖輕輕揩下落去，咁嚟到片落去，避免只田雞起斷咗咯。你唔片薄佢，你好難開窿，因為佢咪好大啊嘛，同埋佢好難熟啊。大隻你可以開三嚿，開個窿嘅時候咧，佢當然係喺嗰塊田雞中間嚟開噶啦。你唔可以話喺開歪咗佢，如果開邊咧？個窿喺大細邊咧，你就可能會吉爛咗啦。有邊會爆咗都會有嘅，咁你變咗嗰啲料咧就咬唔住，佢會散出嚟，就唔好落鹽，千祈唔好落鹽，即係會啲肉會卸咗水咧，你就變咗嗰啲田雞肉咧收縮咗啦。最緊要索乾啲水，用蛋白生粉撈撈佢，就唔需要落味嘅喎。呢、這個叫做肉參田雞腿。肉簪肉簪，即係吉住啲雞嗰條係肉簪嚟噶嘛？嗰條芥蘭咧就代表係肉簪，啊芥蘭有啲爽噶嘛，色水靚啊嘛，碧綠色啊嘛，咁啊所以一定要用芥蘭。你啲芥蘭太大條咧，你又穿唔到個掙爆咗田雞，你哋炒嘅時候咪甩曬出嚟咯。所以我通常咧，我用啲芥蘭苗啊，咁我哋芥蘭苗咧通常咧就要嗰棒嘅啫，葉我都唔要噶啦。因為佢田雞咧就係始終佢鮮得嚟都係有啲淡味，佢一定要及翻火腿落去，佢味先至好味嘅。咁我通常咧就金華火腿咧就攞佢爪子啊，近住爪子個部分，嗰啲肉咧零舍係結啲金啲嘅。呢個冬菇咧都好講究嘅，一定要買嗰啲新冬菇。新鮮冬菇咧，佢先香噶嘛。我哋買嗰啲冬菇咧，你要揀嗰啲薄身嗰啲，就闊身啲。咁佢穿你個冬菇又有香味啊，又睇得到啊嘛。你穿嘅時間咧，你要揾翻嗰三個窿，咁然之後咧，先至穿嗰啲材料落去。第一穿冬菇就好容易穿啫，個冬菇，再嚟穿條金華火腿，最後。穿嗰條肉腩，點解咧？你一路一路由軟穿到硬嗰啲先係最後，咁你先係容易穿噶。掹翻鬆佢咧，咁就等佢離開咗，離開咗，咁你炒咪容易熟咯。肉參田雞咧，一定要走油走熟佢，你千祈唔好半生熟，唔熟咧，你一兜咧就散噶啦又。
最忌咧就千祈唔好放咗田雞落去，即刻鏟佢咧就黐咗你個鑊鏟噶。咁你再炒嘅時間咧，你只鑊都要夠興，落少少味落去咧，咁啊攢走，咁啊搭少少芡落去咧，你兜起佢，然之後再放翻落去。炒呢個田雞腿咧，一路都要細心。我去到酒樓，我點一個肉餐田雞腿，冇嘅，你食唔到嘅，佢冇得同你做嘅。功夫多，變咗咧人手少，可能啲師傅唔肯做咯，啲咁。咁你邊度有人哋咁冇心機咁去做嗰啲嘢？點解我哋係做咧？咁順德菜咧，就根本一向都係咧，食不厭精，攰不厭細，係要精益求精咯。順德是一個魚米之鄉，順德人很喜歡吃魚，順德人的整條魚是很多分離的，好像它的魚嘴用來煎焗，它的魚腩就香煎，它的尾就可以椒鹽，它的肉可以清蒸，另外它的腸可以用雞蛋來焗，變成差不多它可能一魚吃到五六味東西出來。屋企食魚頭一般佢都係攞翻嚟滾個湯啊，或者攞翻嚟清蒸嚟食噶咯。西關係一個比較上有錢人一個去處，可能嗰邊啲嘢多啲，所以酒樓嘅食肆啊，啲有錢人到嘅地方，有錢人啊唔係咁中意掠骨，就要啖啖肉啊咁樣。佢就創咗呢個食魚頭唔使掠骨，咁就做一個湯羹出嚟。順德魚韻羹，魚韻個韻字基本上魚佬咧喺西關裏邊就始終個文人雅士多啦，變咗個魚佬，魚佬又唔係咁好聽，就取其天上嘅雲，一朵一朵雲變咗文雅啲咧，咁所以叫做魚韻。廣東人嘅思想話以形補形，誒個大魚咧本身個名叫鰻魚。佢個價值咧，喺個魚頭裏邊嘅。佢一條普通嘅大嘅鰻魚咧，個魚頭咧，起碼都斤零兩斤重嘅。出邊嘅食肆咧係少推出呢個菜式嘅。第一工序繁複，你又要拆魚韻啊，又要熬魚湯啊，同埋第二你有機會有損耗嘅，你魚得貨多，佢未必買得曬。好易話真係腥啊，因為魚一腥咗就唔係冇人食。即係新派啲嘅師傅係可能少做呢個菜式嘅嚇。大頭魚咧，因為佢係淡水嘅品種啦，變咗我哋會放啲姜葱落去咧，預防佢有腥味。蒸個20分鐘到，咁啊攞出嚟攤凍佢之後咧，就拆骨咯。拆肉嗰個過程係必須十分著緊咁留意嗰個骨嘅情況，咁你先至食得過癮。拆魚韻咧最重要係靠個手感，因為實喺魚韻裏邊咧又有啲細骨咧，我哋係肉眼睇唔到嘅，必須係靠隻手感覺嚟攞出嚟啊！咁咧你先至可以做到嗰個魚韻係冇骨，同埋最重要唔好將佢拆到散曬。希望佢能夠拆到骨之餘，就保持到個原件，咁就變咗你食嗰陣咧會食到個魚韻嘅口感出嚟嚇。鰭魚我哋買翻嚟湯好之後咧，喺只鑊嗰度煎香佢。兩邊煎香佢之後咧，就跟住煲煲水，開慢火，煲滾咗之後擠落去，倒件豆腐落去，跟住一齊煲，滾到嗰啲湯白曬為止。煲45分鐘到啦，滾到佢爛曬，咁咪隔翻啲水，留翻啲水我嚟做湯羹，其他嗰啲渣我哋都唔會要。跟住倒魚韻啊、果皮啊、薑啊、菇絲啊、木耳絲啊，咁啊跟住煮，煮完之後最嬲尾先至落聖瓜絲，因為點解嬲尾落咧？因為你太早落咧，聖瓜咧就會淋曬，冇咗嗰個口感。最後就再落翻啲腐皮絲，煲咗個魚湯咧，將佢嗰個絲味融入埋落去個魚韻嗰度咧。即係增加咗嗰個鮮味嘅效果，差唔多滾起，我就會落姜粉，
即係一兩粉二兩水咯。個漿粉啦，我哋用個器皿裝住佢，加咗水之後咧，推落去嗰陣時咧，就慢慢推，就容易掌握到嗰個推芡嘅氣結咯。慢慢慢慢一路落一路推，感覺到佢有少少晾住隻鑊鏟咧，等佢帶有少少結結地，打成一個羹嘅狀態，咁就可以上碟噶啦。普通嘅家庭嘢。即係，只不過我哋會用精細少少嘅方法嚟演繹咧，就做咗呢個魚韻羹出嚟。順德菜嘅精神咧係妙在家常、原汁原味。有啲順德師傅係將佢本身嘅粗菜咧，加以精細嘅方法嚟演繹，就變咗粗菜細做，但係亦都保存咗原汁原味嘅效果嘅。鳳真翅其實係一個精緻版嘅雞燉翅，相傳漢朝呂后就好專權嘅，佢係俾魚骨啃死嘅。咁到佢死咗之後咧，後人咧就慶功宴，就做咗一個鳳吞翅。鳳吞翅係一個山西嘅菜式，豬肚雞係客家菜菜式。粵菜嘅精神就係將佢兼容並蓄，將兩者菜式結合為一，變成咗一個豬肚鳳吞翅。这个菜式40年代徐老先生已经开始有了，这个菜大多数都是啲达官贵人、非富则贵的客人订的宴客用，因为菜式比较上名贵，它的制作工序也比较繁复，同埋技巧上要操控得好好，要有相当的经验的师傅才可以令到这个菜式是没有错误失手的。师傅制作过程之中是容易失误，出面来讲是没有那么普遍同埋容易失传，所以这个菜式是比较会少啲人做。海虎翅咧系做用到21寸至到23寸嘅海虎翅，是用到顶级嘅。咁每一个客人要用嘅翅洗净嘅净浸咧系2两嘅。今日嗰个鸡煲翅咧就系12两嘅。上乘个海虎翅啦，然后将佢浸咗一日之后，就将佢煲啦。煲约莫煲8个钟头之后，就洗净翅浸。再揀咗啲幼身啲嘅刺針，攞咗出嚟，將粗身嘅刺針再繼續翻煲。咁呢個過程係需要3日時間。上通係老雞啦、火腿啦，同埋比赤熬8个钟头做出嘅湯叫上湯，就係比上湯喂咗入去魚翅嘅味道，用中火嚟喂，一路落鏟啊，令到佢唔好喺個鍋邊度黐。首先我哋係用新鮮嘅龍江雞起咗裏面嘅雞骨出嚟，變咗成一個有肉有皮嘅全雞啦。起胸骨首先用刀喺由頸嘅位置落刀落去胸，然後將個胸骨攞咗出嚟，如果在起雞的過程之中如果不夠技巧整穿了的話，那我們那個雞就不可以再用了。將個頸做一個圈圈住個雞翼，啤醬了豬肚水之後，然後跟住反了豬肚，剪了豬肚裡面污糟的東西，我哋洗乾咗豬肚之後咧，喺個豬肚個頂尖嗰度咧，就留一個窿仔，就愛嚟將個雞頭喺個窿仔度伸出去。其中一個原因係固定個雞，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唔好俾個雞嘴尖咧刺破到佢自己本身個身體，咁而係導致啲魚刺會走曬出嚟。咁飛水嘅過程之中受熱，裏面佢就會膨脹啲空氣，咁我哋就會揾啲燒鵝髀針篤佢，就係務求佢希望佢喺有多餘嘅空氣走咗出嚟，而唔會因膨脹而爆裂。飛咗水之後咧，我就落擺落個燉鍋度啦。咁我燉鍋裏面除咗上湯之外咧，
仲有一啲比赤啦、雞肉啦同埋火腿，呢三樣嘢係想令到呢個湯水更加強化咗。燉好咗之後咧，隔走曬所有渣就可以上台啦。臨邊嘅同事咧會將嗰個豬肚咧就剪咗佢，剪嘅時候咧就剪個豬肚出嚟，而唔會整爛個鳳吞翅。將個鳳吞翅起咗出嚟之後，就放翻落個燉湯嗰度啦，一齊放喺客人嘅碗上邊。個湯碗裏邊有翅同埋湯，豬肚就另外上開。呢個湯嘅特質係健脾啦、暖胃啊，所以係好多夜人婦好喜歡食呢個餸。呢個豬肚鳳吞翅都係一個燉嘅粵菜精華。出響螺咧喺潮州菜嚟講咧係個高尚嘅菜式，一隻響螺，譬如講係一羹至羹十，大約係起到兩片雙飛嘅響螺，每一片咧係一兩至兩二左右，咁嗰個矜貴度就係咁咯。除咗話佢好鮮甜之餘咧，講係食料上我哋話佢有滋陰嘅功效啊嘛。呢、这個餸嘅歷史咧，如果係潮州係好耐噶啦，我知道嘅由洪儒去到潮州嘅年代都係有資料顯示咧係有響螺呢樣嘢。潮州地區咧響螺咧係比較上多嘅，特別係以前僆仔嘅時候咧，走去水產市場啊，經常都會見到。但所見到嗰啲咧係大多數都係焗螺或者細只嘅響螺仔。能夠去到一斤或者斤零重以上嗰啲咧，五至十年以上噶啦。一路食嘅話，佢未必啊應付到咁龐大嘅啊食客團，所以咧而家係個量係比以前係少咗嘅。小貨源價錢貴，咁自不然喺師傅嚟講咧，就係做嘅機會比較少。打螺咧都係一個好大嘅功夫。如果你打得唔好嘅話，你個螺殼會浸到啲螺肉，啲螺肉就會爆裂。一爆裂咗咧，片螺嘅時候就片唔到一塊完整嘅螺。因為我哋中國人食嘢係講緊圓圓滿滿，任何嘢都係講緊整整齊齊啊嘛。所以咧，整齊圓滿唔破爛唔穿窿，先至係顯得佢嗰個功夫。打螺咧，需要知道佢嗰個絕盤點樣吸住嗰個螺嘅螺殼。如果你係清楚佢喺邊個位置嘅話咧，一錘打落去，佢個螺肉就會甩到出嚟。如果你唔知道佢嗰個絕盤嘅位置係吸喺個螺殼嘅邊個位置嘅話咧，你打爛曬成隻螺殼咧，佢都唔甩出嚟。我啱啱入行嘅時候咧，咁啊十六七歲啦，有一日師傅叫我去水池度攞隻螺去打，咁喺我嚟講咧就滿心歡喜嘅，但係點知打完之後嗰隻螺咧係裂開咗嘅，咁啊真係俾佢鬧。咁但係鬧唔係壞事嚇，或鬧佢係指導你，再下一次有機會再接觸嘅時候咧，咁就可以做得到啦。螺頭呢個部分咧，佢係圓形嘅；伸展到螺尾呢個部分咧，佢係扁平。我哋喺片螺過程咧，要先片咗個螺頭硬嘅位置，將螺頭個螺肉一路拍扁佢，令到佢個螺肉向螺尾呢個部分走過去，嗰個收縮嘅力度越大。咁就證明嗰隻響螺咧就越新鮮嘅，螺頭同螺肉之間嗰個硬同埋好腍嘅幅度咧相差好少，咁所以我哋喺片螺嘅時候咧，輕輕握一握佢，感受一下究竟嗰個位置到咗未？最終我哋要落刀片嘅時候咧，係要拍到佢扁平成位，啱啱大致個高度一致，咁啊可以打平咁片成兩塊雙飛嘅螺片，而唔穿窿。亦都唔好開叉，呢個就係功夫之處。一般嚟講，要接觸到片螺咧，起碼都要做廚房十零年。如果係中檔師傅以下，基本上都冇機會接觸。更半至更十嘅響螺咧，開咗個螺腸同埋個螺尾之後咧，片埋個螺頭咧，左收右切，就大約剩翻兩片雙飛嘅響螺，每一片咧係約一兩至兩二左右。咁我細個嘅時候咧，都唔識欣賞，邊個敢食啲咁貴嘅嘢？我係做咗師傅之後，先懂得欣賞。
咁另外咧，中國嘅菜系裏邊咧，只有潮州地區係用魚露作為佢嘅鹹味。我哋教個常湯嘅時候，我哋用魚露去灼響螺，咁咪先上加鮮咯。最後咧係落翻個雞油，因為雞油咧係可以增加螺個鮮度，兩者之間結合咗咧係好和味嘅。將兩片響螺咧灼一灼，係講緊幾秒鐘嘅事情。灼過火咗之後咧，就會硬噶啦。響螺係有佢獨特嘅海鮮味道，係好難用言語去形容。但是當你吃過去之後咧，你係會永遠難忘嘅。咁嗰個螺尾咧，我哋一般咧就係會俾埋客人食嘅。咁我哋會加翻啲姜葱、紹酒，上蒸籠爐，大約蒸十分鐘左右，俾客人見到咧，即係證明呢一螺咧係生猛嘅。潮州菜嘅特點咧就係清鮮嫩，灼響螺係保持佢嗰個清甜同埋脆口嘅感覺。一般嚟講，我哋係用單一味道比較多啲，咁但係潮州人嘅味蕾咧就係鹹甜交界嘅，咁所以咧加兩片金華火腿，加少少嘅橙片，爽甜之餘咧係好啱佢哋嘅口味。千幾蚊一塊螺片，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奢侈價錢嘅定位啦。咁但係作為一個廚師，我哋中意去做一啲好嘢去俾我哋嘅客人品嚐，呢個先至係我哋追求的。七八十年代，每一間酒家都有呢個護國菜，甚至乎有食客會判斷你係咪一間潮州食店，就睇你嘅菜牌有冇賣呢個餸。對於上一代嘅潮州人咧，視為貴族菜上品嘅，入口咧有清香嘅菜味，純滑潤喉。相傳咧，南宋嘅末年。皇帝宋帝昺逃避戰火，由中年逃到廣東的潮州一間鋪廟入邊。和尚都冇乜好嘢俾皇上食，咁唯有喺周邊採摘啲野菜，做成一個湯羹，希望都係能夠俾皇上食咗充飢，保護我哋個江山。皇上食咗之後，龍顏大悦，就賜佢一個名叫做護國菜。時至今日，都依然係。保留傳統的手法去烹製嘅，呢道餸咧其實係粗料精製嘅。首先係番豉葉採摘一啲嫩葉，甚至乎我哋係會撕開佢嘅根膜。番豉葉其實略為苦澀啦，佢質感咧亦都係較為粗鞋。以前人哋係喂豬嘅啫。你去做一道餸咧，起碼你理解到點樣去充分利用，正正係考驗到廚師嘅功底。七八十年代去做呢個餸咧，其實首選係番薯葉，次選係甜菜葉、通菜葉或者係菠菜葉，因為番薯葉同原來皇帝食嗰個野菜個版本較為接近。由我初初入行咧，我第一次接觸呢個餸咧，都係冇咁精細。師傅們舊落都是將佢焯水，粗略咁斬幾刀剁碎嘅啫，個感覺較為質朴一啲啦。但係我哋而家將佢剁上嚟，可以令到佢嘅顏色咧較為碧綠啦，亦都口感更加細膩圓滑。如果係咁樣橫直刀去剁幾刀咧，咁變咗可能會望落佢咧嗰啲菜葉咧仲係浮於面。潮州菜其實能夠自成一格，正正係佢能夠廣泛咁樣採用呢、這個。動物性嘅油脂，較為瘦咧嘅菜咧，佢哋一定係用動物性嘅油脂去將佢去炒製。一炒製咧，佢吸收咗動物性嘅油脂咧，所以口感食起上嚟咧就變成軟滑啦。有味使其出，冇味使其入。做呢個菜最關鍵一個地方爆炒，夠膽落油，先至能夠真係去到佢個臭青味、苦澀味。我哋傳統去製作呢個護國菜，都係加入肉湯啦，令到佢唔會清寡，等佢有肉味。我哋廚師門流叫做見菜不見肉，其實係一道好完美嘅演繹嚟嘅。我哋今日見到呢個版本咧，同幾百年前喺寺廟嗰個素菜已經係
兩回事，亦都係精微名貴好多噶啦。你試想一下，一個兵荒馬亂，何來有咁嘅嘢食啊？其實而家坊間亦都好少人做。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呢，這個餸咧重油，佢啲油多到咧類似嗰啲過橋買線啊，厚油蓋面。但係對於年青嗰一輩追求健康飲食嘅同事咧，未必咁適合。所以咧，現時我哋都係用相同嘅手法去做啦，但係油脂嗰方面咧都略為減低嘅。時代嘅演變係一定係有帶來改變嘅，萬變不離其宗。就算是改變都是基礎上去演繹。太極素菜羹就是一個護國菜的改良版，有時傳統未必說不好，但是改良那個可能更有特色，沒理由回到以前那些年代的東西。